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佢梗系想演出埋舞姿戏法啦。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，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华特鲍斯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洛夫云做得好，解除危机啊！古天奴掂唔掂咧？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真系顺道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原来啲球员之间有条罅喎，真系你唔射穿我都睇唔到啊！龙门啊，更加冇办法应付啦。